在第37页，啊，这个祈福礼的祷词是翁老师在生前的时候为了反国光石化写的。那个时候呢，在2010年8月8号，我们特别邀请了台东教区的朱耀文主教，然后我们到了大城湿地，就是黄峰渔港那边办了一个活动，为这个湿地来做这个祈福。虽然那时候翁老师生病，但是他还是写了这个祷词。那写了这个祷词呢，陆陆续续在这2-3年，我们所办的这些相关的环境生态的活动，那么我们也尽量，我就是尽可能的，就是让这些祷词，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然后就让这个祷词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的环境生态来做一个祈福，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沈拉蒙神父来帮我们主持祈福礼。照天理万物的天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兄弟姐妹们，天主以爱笼罩万物，又把这个关于爱护带领的主人交给人类，让我们得以劳动欢乐热忱所许的物质资源，远去生命。一文化认识的天主，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以台湾热情点状的空袭夫人为弟弟举办研讨会，同时也举行了环保斗士重庆毛教授的纪念研讨会。我们借接从庄教授为台湾祈求宣言的认识的天主，感化民众是以意识到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如出政府推动空气污染风险关注的工作，也求天主继续富有台湾这个美丽岛，愿意人被破坏。正道理。现在让我们一起共听马窦福音中的一段圣言，也让我们身在不传的行动，像光一样热染他人，照染他人，让更多的人知道欢喜美好的分享新奇力。恭读圣马窦福音。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有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再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耀你们在天之父。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各位兄弟姐妹们，各位在这个大家，就是这个地球的大家庭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有点奇怪？这是为什么？因为是空气污染。真的，我就今年前就发现很严重的那个气喘，而且医生说这是空气污染，
所以我也是这个空气污染的受害者。所以今天很高兴跟你们在一起，特别说这个祝福你们的家属，而且也很感动。我早上因为有弥撒，有那个弥撒的礼仪，然后就是下午来到这边，我在这个音乐会。教授就是我做你们老师的朋友，当然也是教授。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我写了一些，就是这个道理的，所以让你们帮我念一下。感谢三主，我是那边交响的，可是后来再接，就是很适合，因为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很小，对不对？那今天大家中前来参与这场以空气污染为主题的第六届环境人文研讨会，以纪念环保斗士张俊马教授的音乐会，主办单位希望能以团体祈祷作为闭幕式。那我们观看。新兴台湾或全世界的面临的严重的生态问题，以地气、种子、污染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可能会看到沉重的喘不过气来。我们为唤醒生态辅助的努力，似乎难以看到积极的成效。此时此刻，我们人类正如同严重危险，我们要向上主求助，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万物的根源，那爱护他所创造的一切，自古以来，至今就转到我们。让我们天父与我们同在，这也是以穷苦、以无依无靠的人同在。天主要亲自救援全人类。然而，近日再也没有比大自然更加不幸。物以不考，是其保护的人。大自然遭受到人类的恶劣对待，我们掠夺它，污染它，有时甚至为了我们自身的方便而忽略了它的感受。在风情进来我们想到在埃及即受奴役的以色列人，就像埃及人利用他们虐待他们压榨他们忽视他们的感受。在圣经出埃及约翰第六节提到，天主听见了以色列子民的哀嚎，但主并没有对埃及人的做恶迫害毫无不起，毫无知情。最后，天主以他感恩的宽恕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生活。让希望以接放的信息带给他们。然而，耶稣的接放以救援也需要每一个人的行动与决定来做配合。然而，苦难重重，但摩西每次以他的真名并
因为因此软弱，才能潜力不易。若你努力的生活，在沙漠中行走了40年，最后抵达了应许之地，一个又奶又米的甘霖之地。各位朋友，现在我们现在就身处在这一块应许之地，也是一个又奶又米的甘霖之地，但历史在此重点，我们滥用了供应我们牛奶的牧汁，而蜂窝里它也没有蜂蜜回屋，只见那种气。天主，你梦想着人类一大自然在你的一系之地上和你相处，人类找不大自然，而大自然隐秘以保护人类。难道你允许你的梦就怎么毁坏吗？天主啊，你真的允许大自然被破坏而人类会绝吗？灭绝吗？我们要再次祈求山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堕落不改的环境，指引我们正确之道，让我们警醒，请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了解你的美意，请赐予我们真心的心，让我们信靠。那我们要开始这个祈祷，我们可以祈祷。天主的山主，你创世之初就为了人类预备了珍贵的礼物，天然的灵性，而且昆虫的各种生物以及相追相伴的宿主朋友，为你做父，替我们爱护与管理大地的日子，献上我们真心祈祷。上主，你创造了天地万物，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恩赐所有你的创造都能快乐自由的生存与成长，不受外力的摧残和伤害。上主，你创造了天地万物，我感谢赞美你，由你允许所有的受造物拢受尊重爱惜，咱所拥有的一切，并合海共存。
灵性而出，为大自然发声。Thank you.